首歌叫 Sonic Baby， 快速的爱。喜欢大家那种你能够释放自己，就是不是说能做一个漂亮的东西，而是做一个你觉得哇靠好爽的东西。对，我们觉得要有规划，然后第二就是要提高效率，对吧？我们的效率有点低，包括排练的效率啊，包括好多事情的那个效率。有一首我编的特别复杂的东西，到录音的时候我就录的状态很不好，然后小龙说休息一会儿吧，然后去海边走一走，看看日落。然后我就很生气地说：“不要看日落，为什么要看日落？没有时间去，我不是来旅游的，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没有时间去玩。”但是还是感觉压力很大，所以现在还是来到了海边，然后觉得在海边就舒服一点了，没有刚才那么难受。Have a good night. Yeah, be a big kind. Oh. See you next time. Yes. Next week. Next week. Next week.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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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